你不知道吧，人家从来不买花盆，花盆都是可以自己做的。花盆模具内涂机油，向模具灌入水泥砂浆，水泥沙子按一比一调制，记得要装上底板，灌满砂浆做底脚。灌满砂浆以后，用工具敲打出气泡，然后静放等待拆模。内膜在10小时内拆除，这个时候水泥半干，内膜比较好拆。24小时以后拆除外膜，模具可重复使用。拆完外膜，花盆制作完成。最后加水保养10天，可防止花盆开裂，有条件还可喷刷油漆。